所以我非常愿意，非常愿意永远在你的身边照顾你的下半辈子。小梅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你的孩子肯定特别好，我也特别喜欢，但是这八年来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，尤其是为我的女儿上次得病，要如果没有你及时送到医院，她的生命很危险。后来我问了医生了，小梅你听我说，咱们之间你和我是不可能的。不是的，陈哥，咱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如果不喜欢我，不会给我买房子，给我买那么多的东西的，是不是啊，陈哥？我给你买房。如果你是没有从离婚的阴影里面走出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我不会，我去跟你结婚，我真的不会跟你离婚的。你听我说，我给你买房子也好，买东西也好，完全就是因为你对我们家丹丹特别的好，还有。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在外边拼搏，如果你没在这个家这么的支持的看着我孩子，我有一份心会被牵扯。Ha ha ha!